节有机会来到日本 Transit， 我们要去 Baltimore 传福音，上帝特别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到台场 Odaiba， 然后我们简单吃个东西，明天就要去服事咯，耶，上帝的恩典永远够用，加油。现在在日本的台场后面这一片是很有名的不知道什么桥的桥，反正很漂亮。现在要去参加 CMC 的这样子一个宣教的特会，那我们现在等一下去吃早餐，然后要不要敬拜？又没声音了，然后不知道要等多久。我的同学朋友们说，我们今天的赞美要在地如在天。好，我们现在上巴提摩，再过一下子就要跨年了，我们要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今天2020年1月1号，我们到了 Lancaster 这个 Amish 支派的这个城镇叫做 Lancaster， 现在是应该是零下吧，现在有一点点飘雪。关那位姐妹呢，她特别到教会旁边有家台湾店特别炸的咸酥鸡来请我们吃，给我们当成 snack， 我们真的是感谢主。不管你是追求学术，还是你来这边跟家人团聚，一定是有一个吸引的地方，你才会来到这边嘛。耶稣基督那永恒的福音，这个能够改变我永恒生命的一个福音。是多么的严重！他有永恒的生命要赐给你，你们。
回到机场了，这次回到机场就是我们要准备回去咯。蛮伤心的，因为其实这一路来有经历很多很美好的事情。文凯的痛风也好了。对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我要回去就好，我们还会再回来的哦，等我们。